香港流行乐坛歌后杜丽莎，这一回呢是携手台湾喜剧泰斗张奎，在7月25、26两天，加州一连举行三场的巡回演唱会。动听的歌声加上说学逗唱的丰富节目，一定可以带给歌迷一个欢乐的仲夏之夜。香港流行乐坛歌后杜丽莎将携手台湾喜剧泰斗张奎，于7月25、26在加州举行一连三场的巡回演唱会。南加州专场大庄家中家演唱会将在25号晚上7点在大庄家赌场度假村的豪华剧院举行，北加州专场金水仲夏演唱会将分别在26号下午2点和5点在金水大赌场 Club ATA 举行。两位实力派的艺人将以他们美丽浑厚的歌声、说唱逗笑的丰富节目，与歌迷们共度一个充满欢乐的仲夏之夜。这次受到邀请来到加州演唱，张奎笑言说将会使出浑身解数，除了拿手的模仿巨星绝活之外，还会为观众带来好听的歌曲。关于活动的索票信息，民众可以登录 JTK 官网进行详细查询。